青衣楼是江湖中最强的刺客组织，青衣是青衣楼最好的剑客，却成为了青衣楼的目标。让我看看青衣的剑有多快。剑很凌厉，但不再有夺命之风。直木关无命已经现身，缺乏战意的青衣，哼，不是他的对手。青衣就在那边，我们一起上。小心他的剑。
拿青衣的头向直木关领赏。终于来了。背叛的后果你很清楚，你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，何况他呢？江湖只知道青衣楼的刺客令人闻风丧胆，却不知道青衣楼的幕后还有直木关。人人都说青衣楼刺客从无失误，但我知道青衣楼刺客曾屡屡失手，甚至命丧当场。为他们善后的是直木关无命。你也应该知道，直木关不但为青衣楼善后，也为青衣楼扫除叛逆。我知道，从我离开青衣楼的那刻开始，我就成了你的目标。那你为何还要背叛青衣楼？也许我想争取一个不一样的结局，也许我觉得世上有东西值得我不惜一切要去守护。你有想守护的东西，但要记住，你要活着才守得住，但你活不下去，因为我想要你的命。为什么青衣没死？
阻止他们，等执木官来。青衣，这都是楼中你的故人，你得把他们全解决了，才能继续前进。太多，拖下去怕是难以带魔脚脱身，我要一路。
雪中，青衣会回归原本的宿命。宿命尽头，一切归于虚无，比如爱，比如他的生命。赤毒丹之力已经解禁，趁我丧失神智前，一口气打倒无命吧。
我心所，剑随心已动，以入魔之剑斩青衣，是我夙愿。这才是青衣。继续去屠戮吧，这是你的宿命和本性。人性泯灭后，就是魔度众生。怎么会是你啊？那个雨夜，你闯入我的家，我父亲死在你剑下。